你有啥？你有啥？那一点仔费用拢无，卖厝植物人呢？你到底想害我当药啊？好啦，真少。你赶紧买头鬃，我甲马登勇出去把风。你计是我唔知影，你想要趁这个机会甲马泽林做伙啊？你，卖头毛，我甲马德里把风。你个讲你偌要紧安尼有做，原来只是讲讲的尔。哦，卖差啦。 有事啦，来看安迪副总，即马伫咧病房内底。我毋是甲你讲过，袂当有你互人入去。也毋过，因是正法，助理甲秘书，伊讲若是甲走动，就要报警，我嘛是无法度。无要紧，是家己人。 我另一派怎样就好？是艾伦副总。这嘛是要安怎啦？阿德林，这个重要步骤，麻烦你收好，等下艾伦副总来入来，我来面对就好。我嘛是啊，不过艾伦副总要怎执笔、怎审问哦，一切拢我来担，你要安全、甲你啊，送出去，知影无？哎呦！ 丁侬一定安尼害我选做困难哦，说出去啦！因三个人跟安迪的感情袂歹，无应该斗阵一下，我先来才过来。啊，丁姐。 我交代你的代志，咱开始进行。代志就是完成了后，我会好好多谢你。多谢胡玲。胡玲，你介绍我去种乖乖药，真正足有效的。玉生即马食了后，睏较足落眠的，而且嘛未参像进前遮尔忧郁。其实一开始我对你哦，真袂谅解，啊，不过我想想的，你嘛算是可怜。 你为着黄玉生付出这么多，甚至把你家己变作是全民公敌。你为爱牺牲，刚才凭这点，我一定要跟你斗三工。胡林，你真正是这世间哦上了解我的人。我只是人哦，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恩情。咱两个人敢有需要分开这么清楚？若不是你跟我讲哦，黄玉生敢那有忧郁症？ 我嘛唔知爱家己斗相共。对啦，其实我今日找你来哦，是希望你会当替我把物件摕去疗养院。哦，这是啥？这拢是一挂安迪的个人护理用品，我是家己想要摕去，啊，不过临时有代志哦，我行袂开卡。 但安迪即卖状况愈来愈无好，我袂当交代一个我袂当信任的人。美爷，这个世间上只有你才是我信任，你可袂当替我把物件摕去疗养院？好嘞，你放心，交给我。多谢你。 你要创啥？ 哦，无啦，我想要看这袋仔内底有啥物物件，想要了解一下，到时候侯丽苏问我，我就袂啥物拢唔知影啊。哦，这内底的物件哦，拢已经消毒过啊。
啊，你若是凊彩就拍开，我惊讲会去放着什么细菌啊，是病毒，安尼就唔好啊。啊，护理师那边哦，我已经交代过啊。哇，原来是安尼啊，那么我就全部拢交予护理师。多谢你。没啦，那么我先来走啊。照这个检验报告看起来，安迪副总吃落可能真正是管制药物。这种药要照你讲，无经过医生的同意是袂当开的呢。而且一般的病医，就算讲爱让病人冷静落来，嘛无所有着这种管制药物啊。唔难呢。那照安迪副总的头毛成长速度来看，伊真有可能你要病伊无偌久，就用下药啊！啊，真正有够恐怖的，用这款偷偷下毒的方式，阮水煮青蛙，唔然阮就歹发现的，连安迪副总本人嘛无法度家己救家己，这根本就是在等死嘛！佮加上伊即马伫个疗养院，嘛已经向人认定讲伊是精神异常，佮有暴力倾向。就算讲伊把药啊偷偷配掉，要替家己辩解，嘛无人会敢相信。哎，听起来真是阴谋呢。到底谁这么歹心，下这款毒手啊？高艾伦。啊，既然即马检验报告拢出来啊，是毋是就直接去找邱当首都好？拄仔恁伫电话讲安迪洪下药啊，详细情形敢毋能再讲一遍？因为阮烦恼安迪副总的安危，所以请金思文去替安迪副总的头毛去做检验。检验出来结果，安迪副总有毒品的阳性反应。那呢？之前我伫咧做安迪的手头摕着一粒药啊。提起检验的结果是二级管制药品，那安尼就表示伊知影家己食的药啊有问题，啊，不过伊袂当拒绝，嘛无人会当甲伊救。医长，即卖你要哪解释？我根本就无开你的管的处方药啊，给周先生，敢毋是周先生伊家己偷偷出去买？哎，你无可能安尼做。人是在你家出代志的，你别想要推卸责任。我跟你讲，伤害我后生，我绝对不可能骂你耍。无唔对，那是周安迪家己买刀家己吃，伊哪有需要叫我甲救？对啊，而且伊迄当初迄感情吼，足不错，足惊吓呢。连我甲你无啥物接触过，我拢感觉看起来足可怜。是啦，董事长，董事长夫人，我甲阮哥去救安迪副总的时阵，伊无啥讲的趣味。啊！不过伊一看到我，就讲救我。伊看起来真正足惊吓的，我嘛从来无看过伊这么不作的眼神。一定，我因为信任，把我的后生交予你照顾，结果你煞甲照顾我剩半条命，我无法度接受这个结果。假使你无法度还一个满意的答案，我就会对恁提出告诉。什么提出告诉呢？我咧甲这个疗养院讲到倒去，啊，搁有你，你免想要去其他所在做院长，因为我无可能让后路给你。就算恁阿威胁，我嘛爱坚持，这管制药品不是为阮疗养院出去的。不管是不是你，因你是伫遐出代志的，你就要负责任。恁疗养院要负的责任，我会请鲁叔处理。小春。你拄仔讲安迪拜托紫薇叫伊出去，那你顶个讲紫薇甲安迪俩走的代志都讲得通啊？是，安迪副总会吃着这种管制药物，吃落爱困，会思绪混乱，也规身躯无力，佮有其他副作用。安尼就会当解释，即阵嘛想做安迪副总，伊的行为也无正常。
这个人一定是汤安迪失去冬雨打击心大的时阵对下手的。到底是谁先派安迪？回家这么多管制药品，今天怕白班怎？这么久的时间，安迪的病情就变得这么坏，都是我不对。我在廖村讲有专业的医生在照顾伊，煞毋知影伊在受苦。Andy， 是你啦，妈叫咱都无注意到，佫需要你去请别人来救你。阿丽红，你是咩人艰苦？小川佮紫薇给你找到证据，证明安迪是最近才吃到管制药品，安尼表示。这个疗养院有问题，这个所在不安全了。苏本，是替安迪办出院医，我要带伊回去。是。这个疗养院的规定，一定是要亲人还是朋友才能探病。我想这个人真有可能，都是咱身躯边的人。你想看卖，有可能是谁？虽然无伫遮证据，啊，不过照阮迄天去叫安迪副总的状况来看，高小姐有真大嫌疑。艾伦，这边哪有可能？伊叫安迪啊，哪有可能害伊？啊，不过伫咧警察局的时阵，做安迪亲嘴讲是高小姐提药啊，互伊食的，甚至当场搁要夹过。而且高小姐一直讲做安迪是精神无正常，搁有暴力倾向。甚至阁不准检察官采信做安迪讲的话。对啊，迄个时阵吼，安迪看高艾伦的眼神就晚婚的，所以一定就是高艾伦。最近真正是艾伦来照顾安迪，敢讲？不管是不是艾伦，咱拢要查清楚。卡叔是误会，咱都嫌伊清白。但真正是伊，我无可能当作什么代志拢无发生过。董事长夫人，您来来遮？对吼，差一点仔袂记啊。会当凊彩入来安迪副总病房的人，还佫有你，你咩嘢？你伫咧讲啥？我是艾伦副总的秘书。我替伊照顾安迪副总，这真正常啊。所以你就趁这个机会，挟怨报复，把安迪副总黑油啊！黑油啊！陈小春，你别黑白胡乱话哦！我真正不知道你伫咧讲啥诶。林美妍，哦，是不是因为我叫你离开盛发，你唔甘愿，所以你才对安迪黑油啊？你讲啊！不是啊，夫人，我就算家己照打，我也不可能害安迪副总。这都是陈小春，伊甲李冬雨是好朋友，冬雨为着安迪副总，离家出走到即摆阁无消息，伊一定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咧晚婚，挑到要害安迪副总的。这么侪人，伊上有犯案的动机就是你啊！你有白讲，小春为着要救助安迪。伊狗仔差一点仔捡了，伊警察叫。伊若是真正要害害左安迪，伊哪有需要冒这个危险？伊直接放我活就好啊！对啊，小春的人品吼，比你好几万倍、几千倍啊！你大伯若是生气，就要诬赖别人，你一步看到这神的呢。而且，迄狗去救安迪副总的时阵，你嘛在着，所以你嘛是上大嫌疑人之一。你这么多人，我根本就讲不赢你。不然不是我做的，我不会走啊。等等，我要不跟我清楚你是要去哪里？我不是犯人，我想要不能走啊。跟我清楚，你再看你，你。